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 Candy， 好高兴可以在这里分享一个好消息给大家听。个答案就是终于可以开到盈利了。第一步就是合作伙伴条款，第二步就是申请 AdSense， 第三步就是接受审核。我的 channel终于是符合盈利的条件，就是1000订阅和观看小时4000个钟，所以很多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，虽然这段时间都是没钱收。现在呢终于可以发展我的事业啦，可以开始用 YouTube 赚钱。我的目标呢就是住豪宅揸超跑，因为我真的很穷，可以不用 再跟我老母一起住，是我最大的梦想。好啊，快点搬走啊。所以呢就要快点买到楼，就可以自己住，就唔使日日喺度受气，唔使俾佢嘈咗瞓觉，同埋唔使俾佢嘥晒啲电费、水费同埋煤气费。相信咧，我日后嘅日子咧都系仲有好长嘅路要挨嘅，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。多谢大家。